日本伊力多在10月头推出了加强版伊力多，最大卖点是里面有1000个活性乳酸菌，含量足足是普通版的10倍。这支新产品只限关东地区6个月发售，非常限量价。伊力多官网表示，饮用这款伊力多可以帮助舒缓压力，提升睡眠质素，当然不少得改善肠道健康啦。刚刚有供应商引入了这支饮品，即刻看看。咦，跟香港版不同，包装长了的。哦，原来一排有7支。供应商说这款产品因为地区限定，货量紧张，加上赏味限期只有2个星期，要空运到港，成本都不小的。网上订可以单支购买，倒出来给大家看看。饮品的颜色和质感和普通版差不多，100ml 一支。至于味道呢，交给街坊品评下啦。香港嗰個誒益力多咧，飲起嚟就比較冇咁甜，個酸度就差唔多。我覺得呢支比起我哋平時飲咧係酸啲，同埋個乳酪味係重啲咯，濃郁啲嘅個味。我反而覺得咧，第一啖就甜嘅，跟住之後咧嗰個酸味咧就揦住喺呢個位度不斷咁揦住。有興趣試新嘢嘅就買嚟試下啦！